欢龙猫，因为它圆圆的萌萌哒。有啊，就是这种高热量的巧克力啊、蛋糕，然后油炸食品啊，但是不能吃。旅行我想去法国。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很浪漫，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想去。比如说羽毛球，然后滑冰，还有跑步。Thank you.